这部剧只有一个副导啊。薰怡今天来过片场，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？真的不要让他知道吗？可能我明天就离开了。我是薰怡的朋友，我来找他的。薰怡啊，他搬走了。搬走？最佳男主角每逢星期日晚上8:30，八度空间奇幻登场。